蔡奇哲，4.70的防御率 ，WHIP 是1.04。滚地球，将打击的林子豪给刺杀。今天林子豪3次的打击，并没有任何安打的出现。这个球勾回来，但被一垒手接住，先传二垒，再回传过来 ，safe。现在优势。这个球二垒手拦住 ，OK 啦，传一垒。哦呦，哇，这有点惊险呢，真的不能大意啊。还好有惊无险，那这时候一垒是要做挑战吗？看起来有可能要挑战看看哦，因为还有一点机会了。就 safe 了呢。一般我们二垒手接到这个强劲滚地球，大概就慢慢起身，然后就把传球的速度投出来就好，应该就可以抓到打者。只是说打者这边是完全不放弃了。我真的很拼了。这没有问题了，这球已经进手套了。对，现场大荧幕也同步在播放，所以这个脚都还没有踩下去。好，辅助电视辅助判决结束，出局也结束了8局的前半，那也要给施冠宇一个掌声呢。目前0-4，统一落后。我是笑笑，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